Hello， 大家好，我是佑哥，这场是拉子的实战解说。你们看一下我们小地图，我们的野区看到了谁？看到了安奈特。我们这一场是安奈特打野，我的天天天呐、啊！我们家的翠翠，她昨天应该失心疯啊，就是吵着说她用安奈特打野，结果呢，跟你说千万不要模仿，因为她那玩了五场里面才赢了一场，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这样模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呢，是我玩拉兹，翠翠玩安奈特打野，那就可以看一下他在这一场有什么很大的表现。我觉得是不会啦。我们这边呢看到下路好像可以打架，又好像不能打架，然后就在边站了一下视野，看到纳克罗斯在中右 L 草丛哦。那这时候我们往前哦，纳克罗斯还没有赶来，可队友已经开战了，安奈特直接把对面推得更远去了，然后一个进场呢收掉对面的克莱斯。那有注意看到我的拉兹吗？我拉兹其实一整套哦，对面是没有办法动弹的哦。我们在游戏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那这边呢，最主要就是好像不划算哎，我们三换一哎，我们三个人只换到对面的一只辅助，就是克莱斯，就是我收掉那一个，好像不划算哎，好像又换到两个，好像换掉两个，那个人已经复活了，可是真的不划算哎，三换二还是不划算啊。这边看到纳克罗斯，他非常生气啊，他真的很生气。我空了一技能之后，这个勾跟这个大招非常尴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大招过去，刚好垮个勾过来，所以没有伤害，好险，最后还是收掉了。不过那个真的是尴尬癌发作哎，这怎么办？好险我收掉。好，在开局前两分钟，其实五五坡啦，3-3，我觉得还可以哦，因为双方的打野都有各死掉一次。哎呀，我们这个安奈特打野，他光吃个蓝哦，已经站在蓝窟那边站了1分钟了。我的天哪、啊，他还在蓝区啊！你跟我说安奈特打野，他那个要绑野怪，二技能绑野怪也绑不了啊，因为野怪只有一个啊，怎么绑？除非有敌人走过去刚好让他绑，不然怎么绑啦？真的是哦，那我这边发一个敌人消失。因为对面中路是图伦啊，图伦清兵线的速度一定比我快，所以我狂发敌人消失，然后用二技能探草，果然图伦跑下去了。这边看一下，夸克勾到了图伦，但是我们目标是谁？特安纳斯直接把大招把他们两个往后推，我的目标都是一丁的那个特安纳斯哦。结果安奈特双杀，到底我看了什么啊？辅助双杀，哇！哎，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啊，我这边只有拿到一个助攻啊，而且对面又是那个克莱斯死掉，那这只纳克罗斯，哎呦，二箭过去，他刚好用二箭闪掉了，都是一个二，那我就是稍微做一个牵制哦，让队友去拆塔 ，OK 的。我觉得有时候牵制是一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高端呢、啊、会有队友在拆塔嘛，然后我们就会负责去卡视野，像我这边一样是卡视野啊，卡了之后发现对面两个人直接上我，然后队友呢直接被吃龙快吃掉了，直接被推掉，然后龙是他们的，我也死掉了，超亏的这一波。可是目前的比数6-6，又好像还好。这边 4 之后来下路补线，特恩纳斯丢是力啦，普攻，舒服哦，这边快跑哦。那我因为我怕被克莱斯跳进来一技能转一下，所以我就走到二塔这边才回城，不然因为我奈克罗斯多危险啊。哦，纳克罗斯他现在战绩是422哎，杀四个人，所以应该很有钱哦。好，回家补血一下。那我的初装跟奥义呢，我就是放在左下角啦。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一套，千年不变啊，除非有装备有什么改动，像之前火甲跟狂暴手套一样。这边揍一下，有图伦跟纳克罗斯。
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是天生的有吸引力。那个奈克罗斯每次他大招绝对都是开我，我、哦、这边帮夸克挡一下大招，这挡大招一定要的，嘿，因为刚刚我满血突然大招打我也不会痛。那看到的是上路安奈特直接死掉，你跟我说安奈特打野有什么用？上路直接被 double kill 哎、欸，哦。这边蹲草一下哦，你不要 看到这两个人，一定要蹲。二技能大招再接普攻，再接一技能呐、啊。再解说一下刚刚的，先二技能可以扣对面的魔防，接着直接开出我的大招，打出最大伤害。因为二技能你扣魔防，这时候接一个普攻，再接一个一技能，这一整套纳克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动弹。这就是拉兹他厉害的地方，一整套你根本连动都不用动，连普攻都按不出来，连瞬移。好，连这个凝霜宝珠都不用按，就直接死去。这就是拉兹他好玩的地方，个人技术秀啊，真的很重要、哦。嗯，这边稍微看一下，哦，好险哎！刚刚上路那两个人送那一波，好险我有抓一只纳克罗斯，真的那个这个真的蹲很重要。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安奈特往下路跑了，其实下路没有塔，其实。怎么说？我只能把他蓝拿走，因为等一下又被反掉，怎么办？好坏哦！等一下又被反掉。这边看一下中路哦，主卡跳了过去哦，看来他对夜叉有非常怨恨的心情哦，因为刚刚他被他杀了。这边再秀一套，秀掉对面的纳克罗斯。纳克罗斯在最后一秒要跑，好险！刚好我就是把大招把纳克推到塔下，这个、就是拉兹个人技术秀。看到下路。下路有两只兵，我目前半血哦，还有一个瞬移。其实看到特尔是可以直接硬上的哦。看到特尔在中右草丛，你们没有看到对不对？因为刚刚小地图闪了一下，哦，闪了一下。这边其实我有点犹豫，要不要交瞬移去开他大招，可以接得死。但是我怕他旁边也有人，不然他不敢站那么前面。就是我接死他，我自己也会死掉，好像不划算，而且我还损失一个瞬移，所以我就想算了，自己拉掉就好。这边准备回城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经济其实是差不多的，五五开。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角色阵容，超级弱势，什么安奈特打野，什么安奈特打野，哎，真的是，我只能叹气啊，打了五场里面只有赢了一场，就是唯一我秀爆这一场。真的是我不懂哎、欸，他硬要玩安奈特打野、欸，安奈特真的不适合打野。好，我们这边看一下中路，中路这边我们先清一下兵线呐、啊，清兵线，清兵线，拉兹清兵线的速度真的很慢，夸克没有勾到，没有勾到，他直接想走去前面吸他。那我们就跟着大部队走，纳克罗斯，纳克罗斯，我看到了，可是队友没有看到。你看这纳克罗斯很生气耶，他每次大招一整套都是灌我身上，当然呢、啊，他也让我生气啊，他也让我不爽啊。我每次抓他，我绝对先抓纳克罗斯，有没有发现？我已经抓他两次了，所以他也很生气。但是我比他更生气，因为我们家的打野是安奈特，所以我真的很生气。那经济是全队倒数第二名的那一种，好不好？到底有什么用？这边勾到了。图伦用走掉了，有卡芬尼用大刀射死他，可是我被特安纳斯二技能射死，尴尬、啊。那上路呢？刚刚纳克又抓死我们的熊猫啊，熊猫你不要再跳出去了，拜托，屁股不是万能的、啊，你屁股就小嘛。这边一样，再接一整套，直接秀爆图伦，再给我选图伦啊，再选图伦我就用拉子秀爆你，秀爆你满脸。夸克一个空隙，然后还被特安纳斯射一个大招，还连怀疑人生啊！其实那个夸克在那边演戏，你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三个人、四个人都在中右 L 草丛蹲草，这边纳克罗斯在上路哦，所以这边其实我们是可以趁时候开打的。可是这边我很清楚看到熊猫又空打了啊，好像打不出什么东西来啊！纳克罗斯也要来，纳克罗斯直接来收割哎、欸。他来收掉我们的打野啦，就是安奈特啦。到底你知道很尴尬哎、欸，这纳克会怕我，会怕哦。他没有大招会怕我，因为纳克大招有霸体，他没大招就没霸体，一定怕我的。一整套直接火力系，这边战绩来到了13-13哦。蹲草一下，蹲个草啊，不急，
哦，勾到了。对面是吃了凯撒，没办法过不去啊，因为刚刚我们打野死掉。其实安奈特打野我不懂，因为安奈特打野第一个他前期打野速度慢，他没有办法带风向，变成说我们这场风向完全由对面带着走，就是鼻子被牵着走，对的这种概念。对面打哪里我们只能去防守，完全没有办法开战，完全没有办法。对面纳克呢是在下路叫了天空巨龙，你以为这一场就要这样子了吗？我们夸克终于来一个神钩跟神吸，那我直接一个进场呢收掉对面特尔加上图伦，直接收掉秀爆对面两个输出角色。纳克来的时候有点为时已晚啊，我们人还是比对面多啊，因为对面的两只输出在第一时间就被我抓掉了。这边保下我们家卡芬尼，哦，控一下那只纳克，这个就是拉兹爱的力量，拉兹爱的力量。那这个过程中兵线很差，我们也推不进去，所以大概会用快转方式吧，不然真的蛮无聊的。反正是清兵线带兵线，然后队友去吃那个天空巨龙。嗯，这边在快转之后哦，一样对面又来进攻了，进攻我们高地。我说过我们真的是这个鼻子只能被人家牵着走。这边是图伦哦，他开有大招，用了凝霜保护是把他挡掉，再用大招把他推到塔下，还有我的普攻。那这时候普攻一下马上交出一个瞬移，利用防御塔的一个攻势呢成功击杀。哇，这一波真的是超辛苦的。这个真的是我现在拉兹的话就是会用凝霜宝珠去挡掉很多不必要伤害，这个就是凝霜宝珠好用的地方。紧接啊，对面那克又吃了深渊魔龙克尔德，哇，对面各种吃龙。欸，那现在呢凯撒也出了，凯撒也出了，就问你要不要守。要守啊，那可是兵线中路有人在推，下路呢又有一个特安纳斯在推，你说这怎么打？结果队友这时候居然在吃凯撒，他们在吃凯撒，然后看到人家来又拉掉。然后看一下下路卡芬尼，我选择保卡芬尼，注意哦，卡芬尼利用他的走位攻势弄爆了那一个，然后这边被纳克揍的时候不小心按到商店，然后就死了。而且这纳克哦，他还有复活甲，他更有那个黑暗之刺，怎么打？哇！这边复活之后，看清楚，就是魔龙又出了。魔龙怎么又出了？我想说看一下，结果看到特安纳斯单吃魔龙，哈，交出最硬。哦耶！这边复活之后，二技能成功收掉，这就是拉兹爱的力量。这边特尔单吃，给我偷偷吃，偷偷来，哎，好险！我发现我们家的安奈特现在还没有过来哦。你看，我们已经吃了五分钟了，安奈特还在那边才慢慢走过来哦。这个你说这怎么打？那上路有兵线，有兵线 ，OK， 主卡会去收，会去收就还好。那我就把下路兵线推过去，推过去，那就是看一下情况啦。一样只能等对面来打架，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尝试打一波，因为特尔不见了嘛。但是我这边换一下装备，把鞋子变成了涅槃之刃，然后预购一个狂暴手套。达到一个快速买装的 ，OK， 我们的下路高地好惨好惨哦，很怕对面再打进来。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开战角，我们只能等夸克勾到。但是你说这个对面会来给你勾的几率应该不高吧？真的不高啊！图伦有那个复活甲，纳克冲了进来，哦，这个纳克失心疯哦，这纳克挂掉了就好打啦。我害怕的只有一只啊，就是叫纳克。那这边可以看一下哦，就是你们没有看到的画面没关系，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主卡成功做爆那一只图伦，然后图伦复活甲嘛，他起来呢再被主卡做一次，所以这时候图伦也挂了，这时候我们是5-3，这5-3应该可以了吧？那克莱斯也开了大招，被吸了，吸得漂亮哦，这一波我们现在变成5-2咯，好像有希望，哇，要赢要看这一波啦，真的。真的累呢，夜叉守塔真的烂，夜叉守塔其实没什么用，我就直接推进去。那这个特安纳斯应该是有黑那个死神镰刀啦，所以我刚刚推他那个致命伤害等于就白打的。OK 哦，对面一个团灭。哦，这场真的辛苦哎。那这一场就是安奈特打野再加上拉兹的中路实战解说，我觉得拉兹啊。这版本出场率反而没有上个版本来的这么高，原因是因为他清兵线太慢了，变成说他要去支援也慢，
那这场的解说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佑哥，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